我喜欢你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为你跳动。赵总，请坐。你这都从哪儿弄的照片啊？好多我都没有了。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吗？这是你大学毕业的第一年，入职是你的头等大事。我送你职业套装。这一年，你刚刚进入职场。就像现在的我，刚开始一团乱，后面总算井井有条。这本日成本一定是你当时最需要的东西。这一年你刚刚拿到自己的驾照，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是我专门为你求的平安符，保你顺利平安。现在是你升任总经理的第一年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刻的姓名章，我希望你以后签署的每一份文件都能够盖上它。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告白。其实那天在露台上，我听到了许宁远对你的告白，那一刻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我生怕你就答应了他，也真怕我就没有了机会。我知道我和你认识的时间远没有许宁远那么久，但我希望我能够弥补他比我早认识你的那六年。赵江月，我喜欢你。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为你跳动。我没办法接受我的未来没有你，我没办法看着你走向别的男人的怀抱。如果你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，那请你签署这份文件，让我成为你正式的男朋友，好吗？PPT 做得不错啊。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。你做的这些我很感动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Thank you.